写完之后呢，停一下下，然后再进来一次再写它，那再离开一下下，嗯，写得还不错，再进来一次写点，这个就叫做笔画的练习，它不是整个字的练习。我们要字的练习的时候，要把它的整个贯穿，离开纸张也要有一种方向性的轨道，继续把它牵着，那就会产生很强很强的这个字内气，这叫笔断意连。这样 OK 哈、哦？我觉得这一段算最重要。然后画龙点睛是最末一笔下的这一笔，不要点在底下，比方说竖的中间，也不要顶在这个的夹角口，紧紧的，这样子刚刚好，让三个笔画在这么少的笔画里面能够缤纷的被看见，可是又紧凑，然后又同时空灵，空灵就是它里面有些空气能够流通，啊，油是最末的这个点，啊，它这个点点的刚好，不能点太低，然后使这个扶额沟、竖弯沟能够弯得很好，然后跟它做呼应对比。去也是，这个点不能点太高，不能点太短，就必须要稍微降低，这空白要留下来，这个去才好看，啊，这都是我们在写的时候发掘到的一些特点。报纸就是指。一个圆的这个竖弯钩或者停的这个引部啊，起的走部啊，这个应该说左边的竖笔跟捺笔形成一个环抱的感觉，就环抱的感觉如何把中间写的集中缩小啊，不容易啊，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观点。另外就是收锤意，收锤意就是看不见但是有能量，比方说长的最末一笔，观察的观的这个竖弯钩啊，群的这个右边的这个悬针啊，都是蛮重要的一些笔画，能够收住，靠这一笔能够撑住全局。然后角尖包点，就是我们有四横折竖来包四个点，像凤月的凤啊，烟为字，我希望包能够包两点以上。你们在写的时候，这一点可能当作一个主要参考，就是中间的四个点越往内部越轻越小，然后这个内部这里要留一个空白，这个空白不可以不留。不留的话，整个效果会不好。我用红色的来标注一下。希望能够包住两点以上。啊，包两点以上。然后呢，它的点呢，从外部到内部越来越小。然后中间这要留个空白，这空白一定要留着，留着的话效果就可以比较好。内部要留空白，这个竖斜竖内留空，这是我的观念啊，我看到的观念感觉。再来是重撇，就是很多很多撇怎么办？我们要如何区别它，然后写得非常的缤纷，而且有特点，各自有点变化，这是一个不容易做到的。这里有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、六个，这么多，啊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，这些重撇怎么写？还有重并，重并就是上下或左右，啊，左右两边都一模一样。这时候我们通常会上小下大，上缩下放，啊，类似这样子啊，然后左小右大，对不对？这我想大概不会太陌生。左小右大，这右这左，左小右大，这个也是如此，这给各位当个参考。另外就密让啊，密让哇，笔画超多，然后甚至为了它还要跟上面下面的做个调整。比方说它的山就没有写的比较低，它拉上去跟口并在一起，啊，形成一个很特殊。我们在学这个。下一班在学赵孟頫的三门计，他有一个这个眼，某眼，眼就是一个山，一个贡献的线，比这个眼笔画还要多，那他就把它硬牵在这个地方，很有意思，某眼的眼，它变成卡位卡得很高，这个山。那凿字更特殊，他把牙齿的齿的下方的右竖笔把它直接给去掉了，为了要跟右边的这个书来紧密的结合，才不会影响到金的这个撇跟捺啊承载的那个表现。显的话是底下原来应该是有六点，啊，现在看起来是四点，它省略了两点，然后呢还把它的叶的这个左半边呢跟它做穿插挪让，很好看，啊，包括这个竖还弯到这个空白来，啊，这都是一种很厉害的写法。再来是疏疏，疏就是很疏朗，笔画少，可是它笔画的一些收跟放，啊，都显得非常的
这个我觉得很自由自如，这个也是先写撇，再写这样子啊，这是指手肘的意思。古代呢，特别指手肘，手肘呢是我们人的手，这个肘，这个肘，前画这里，然后后来变成九，然后增减就是对笔画的加或者减少，比方说零啊，跟这个凿一样，它把右竖笔的尺把它去掉，然后金呢中间多增加一个横画。既然的既呢，这个既是应该是这样子写的啊，它省略掉这里。那另外还有个既，欧阳询里面很多既，省略到这个点，变成这样写。这些我们都觉得很特别，就它连的左下的这个点也去掉了，啊，这些都是我们看到的一些简笔。那这个开这个 P 啊，或者是读 B 啊，它多增加一个横画。是呢，右上角多一个点。倒呢，本来底下是寸，后来变成一个木字边。这个寸是手，是说一个人呢手上提着敌族领袖的头，在对方的领地里面呢，主要的大道里面行走，告示你们的首领被我杀了，劝导你们都是我的属民，啊，这些就是倒的意思。倒后来变成道，这倒跟道古代是相通的。这样啊，这个跟各位分享今天的这个。十二组，应该可以啊。我觉得第二组最不容易理解，也是我们在教这个方法的时候，我最深刻的以为最不容易，然后对大家的影响也会最大，因为你们也觉得说，哇，看不见，还要把它描述出来，真的太难了。就是气，就是字念气之间气啊，这个是真的太难，笔不容易啊，不倒不容易，要把气接好也不容易。你看这书法。真的到达比较高的境界的时候超难，可是我先把它铺展开来跟大家做，直接做这个分享沟通，你们慢慢去练习，老师愿意等你们，大家慢慢来，慢慢来啊。总之这是一个理想，一个慢慢去累积的熟练的方法啊，所以我们不着急，我们到前面来。好，先我们大概一个结构写一个字哈，我们找。可好了，可很多人都不知道怎么写，会把右边的横画跟竖钩，会这个竖钩会写得非常的右边，啊，这就是受到颜真卿的影响，因为希望中间比较开阔。那欧阳询是相反，他接近于靠近的中间，但还没有了，比较偏右边了啊，哦。也就是说，这里大概60%，这里40%，是这样的，这样的一个看法。然后这个口收得很高，先从这个收，跟这个放。很特别，然后我们这个一联我们一定要写乙呢，或者写之，让你们知道说笔明明是打开那么多，为什么看起来很顺畅，然后选一个，好，我们开始试试看。哎，帮我拿袖套。要吸铁那个地方。就是说，对对对，等一下，等一下再来，捏上去，它不要粘在一起。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那会有出到细，因为我们用手臂的力量拉下来，它效果比较强。谢谢，谢谢卫生纸啊。再来是必要的必要。第二笔超难写，很多人的最末一点都点不好。那可以先写第三笔的点，再来第二笔的撇，也可以第一笔的撇先写。好，我们来先写老师先用的这个笔顺。到末端就要短，抬上去。这个四分之一圆，这个各位都已经有学过了，再高一点点，要抬起来。然后再从这个地方点下来，再从这个地方呢做所谓的提点。再到右边的点远一点，这样子笔啊。然后另外我们来写画龙点睛，画龙点睛就来写去好了，去这个字相当漂亮。
这个点要点低一点，啊，这样才好看。另外是家庭的庭，好了啊，这个字也是他很特殊的写法，就是跟一般的人书法家写的不大一样啊，因为他的庭把这个屋檐的檐啊，把它很靠近啊，这个庭的三个横画，这个有一点点粗细的区别，粗细粗细。啊，欧阳询擅长在一条长长的荡开来的撇里面，增加了许多的曲线的那个弹跳的弧形，就是上下。这一点是他的很棒的一个处理法。嗯，一段两段，第二段呢再一次推出去，所以这里一段两段三段，最后一段很多人都忽略，所以那要写得好，最后一段最重要，要逆笔再按一次，像橄榄写得出来。好，然后再来是手锤意，我们来写，关了，关好，关左边是个猫头鹰啊，它上面不是草字头，所以你们的横画不要出去，横画不要出去，这不是草字头，它是一种猫头鹰的角状羽毛，角状羽毛。这是他的眼睛，猫头鹰的眼睛。那猫头鹰因为是在晚上出没，所以它形成它夜能视物，我们人类不行，人类晚上的确是跟瞎子一样很痛苦。那德国人呢，特别把猫头鹰当作是一个智慧的象征，因为它可以明察秋毫，跟法官一样。这个地方呢，轻轻的拉过来，从这里逆笔拉下来，这里就可以一边一边推过来，从这里再倒逆推，就可以了。这个关。另外呢是，脚包点，脚包点我们来写哪一个字？尾好了，尾比较常写，虽然凤也很漂亮啊，尾很常写。这个这边的超过撇以后的这边要短一点，再靠撇，等于说一直往左边靠，然后再从这里呢往右边推，这时候这边就留多一点的空白上面啊，再从这里折笔下来，用手臂再点回去，再写四个点，提点，再一个越往内部越轻，不要写太高，写太高会整个这个地方太紧。所以我对尾字的理解，再来是重撇，重撇我们来写后面的后好了，啊，后面的后，这是很常见到的一个字，这个考试的必考题。然后呢，逆笔之后呢，再一种撇，细到粗的这个右点。再是提笔，把点呢改成跟撇一起粗细粗的变化，再拿过来横画呢省略一点点，再写一个捺笔，捺笔一样三段，再拿出去，最后一段最难。啊，另外呢是重并，重并我看是火炎，这个不好写啊，炎字这个炎。给你们一个超级难的试试看啊，沿一低一高，竖中间略提细，再往横的走，再远远的打这个点，这个右点，再抬起来，再一次从这个地方的空再撑一个点，再弹上去逆笔，再提细，再撇到左边来，从这个绕一圈，这个是最难的，很多人这个不会写。另外呢是密让，非常多笔画的那个写法。
你们想写哪一个？我看比较有常用，开始写。常用，我是以常用各位的运用为原则，帮你们选了一个显字。那我的岳父呢，就叫林显宗，所以我就写显字。这点高一点，等一下会有妙用。然后点，两个点，三个点，四个，越来越右边，很好了。他为了跟他做这个上下的挪错，这个竖画从这个地方包进来，推过去，断笔在这，写个长竖笔。推过去，推过去，这里有个空位，推过去，再细细的像兰花叶一样的拉过来，再写一个点，这样就很耐看。再来是舒朗的舒畅感啊，我们当然野啦跟酒都是